不管吃那么点啊？怎样？你要帮我吃哦？对啊。好啦。哎，你是不是有失去？牛肉面对哦，就那个他家几个哦，超牛肉那家，对，满这个，他中满出来比面本人还要多，傻眼。我明明就说不要吃那家，你们硬要去。不是啊，就是当地人推荐的、啊。你看是不是一去，然后结果葱超多，你又不能吃，都是我在吃。不是吗？他就是那个店的招牌啊，你不点那很怪。而且重点是老板娘。脸超臭，对，态度超级差，对，不知道吃炸药还是怎样，超像我妈的。哎、欸，反正你也会帮我吃掉嘛，告诉你。